哎呦，我累的，什么？怎么过来了？过来有点事儿。哎，我大孙子呢？啊，他上学去了。哦，上学去了。嗯，那夏凡呢？他出去了。他出去了，你赶紧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我跟你们俩有重要的事儿要商量。什么重要事儿啊？哎呀，晚了。哎呦，等一下啊！下凡回来了吧？ 我朋友，那你让人家进来坐呀，快进来坐，进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看你也不给我介绍介绍啊？那个张红星，我朋友，啊，我是美洋他妈，快坐坐，别客气，快，那美洋，给人家倒点水喝啊。 阿姨，您从老家来？是啊，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可把我给累坏了。辛苦了，是来看穆迪的吧？啊，我这次来不仅是看穆迪，我还跟他们俩有事儿要商量呢。美洋哥，过来，过来，妈给你说。那个，美洋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咱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开放了，允许生第二胎了，咱们家符合条件。 所以呀，你们俩抓紧再生一胎，啊！我给夏爸打个电话去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的。告诉你啊，哎，你看，就是这片地，我准备把它包下来。 然后开发成农业生态发展基地，是不是特别棒啊？这事儿能妥吗？靠谱啊！现在发展农业生态是大好的时机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要是可以买到那种没有农药、没有化肥的蔬菜，你还会去普通市场买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商机啊。哎，嗯，这事儿你得帮我。真的，我保证赚钱。这事要是成了之后，你爸。 不会要嫌弃我了，啊？好。哦，电话。那个公司的，你等我一下啊。行。啊。夏凡，哎，你跟你妈说咱们离婚的事了吗？我告诉我妈干嘛呀？我跟我妈说我妈不得心脏病啊。 你妈现在在我这儿呢，你赶紧回来，我瞒不住。我回不去。不是，你回不来，我怎么说呀？我可瞒不过去啊。你连我们儿子都能瞒过去，我妈这不小 case 吗？你搞定，你搞定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给你糊弄过去，以后我绝对糊弄不过去。你马上给我回来，给我解释清楚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关明阳。但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不是你帮我瞒，是我帮你瞒啊。拜拜。来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美好未来，看那边。哎呀，小张啊，你几个孩子了？啊，我一个女儿。哟，一个女儿太孤单了。现在国家政策允许了，你也琢磨琢磨再生一个啊。那允许你生，你干嘛不生呢？我们家美洋啊，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他什么都听我的，你知道吧？阿姨是这样，我临时想起来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 嗯，那你不跟美洋打个招呼就走吗？我一会儿跟他说吧。谢谢。那好嘞，那再见啊。阿姨再见。哎，妈，我朋友呢？他说他有事儿，他走了。哎，妈，你坐会儿，我去追他一下。 红星，红星，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哎，你别生气啊，老太太平时都在老家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她今天突然就来了，而且她不知道我跟夏凡离婚的事儿。啊，没事儿。她呢，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读高中她就跟我读书了。
而且他心脏不好，我怕我告诉他，他一时承受不了。嗯，我明白。但是你别担心啊，我告诉夏凡了，他回来一定要跟他妈说清楚的。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你别着急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。我先走了。喂，老丁，你干嘛呢？一会儿去办吧。行，我去找你。给我退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不退的话，我退。你别跟我跳，我抱着出去的时候，你滚蛋起来啊！能下去？我跟你说，我做不了，我没有，我真受不了你这个，你这审美都有问题。大坑啊！大坑，坐这边啊！坐这么大沙发，坑男怎么坐呀？啊？那你这个怎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咱俩绣的。客人来了以后，这是珍贵的情感记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最珍贵的东西。你给我手十几年了还用啊？女人，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跟你就不讲理。我怎么不讲理了？我以前老让着你。你就不能支持我一次？你整体看看，来，你闪开，你整体看你沙发哪不行？怎么不行啊？为什么多此一举？不行，你别走。我这是给你给评委，你看他没呀？你看他没呀？有什么？你给评委把他也扔了，你把孩子也扔了。我觉得你太不对了，怎么能这么跟嫂子吵架呢？这样说可以吗？太好了，你！我告诉你，你态度是有问题的。我带他出去，我好好教育他一下。太好了，赶紧给他带走。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烦死我了！你，定长江，还一双破鞋，天天晚上给我放在这儿，你不能放门口去。哎呀！半辈子了啊，就是一面不讲道理。没有一次讲道理的，我就说有一次讲道理的，我就给他磕个头。我就算他没白给。哎妈，我，我跟老丁在外面吃饭呢，你先睡吧。好，行。滚鸡！我得跟你清楚了，有点职业道德行不行？行，关机关机。本来是我想着心里烦，找你谈一谈。没想到换成你跟我倾诉倾诉啊！你烦什么烦？你爱情、事业、亲情三丰收，还烦？怎么就三丰收了？跟爱情有什么关系？行了吧你！你跟关美洋那点猫腻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吧？你看出来什么了？大周末的啊，刚请了女儿过了生日，不就是吵架了吗？怪不得说你老江湖呢，贼！我这叫洞察力强，分析归纳总结。好吧，既然你来了，给你个机会，说吧，你们俩怎么吵的？没吵，就是他前夫的妈妈来了。怎么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老太太还不知道跟夏本离婚了，还指着美洋给他们家生二胎呢。关美洋，你这么做有点不太好啊！离婚的事儿，怎么没说清楚啊？他肯定有他的苦衷跟难处吧？哎呀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舒服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来吧，我敬你一杯。咱们都是苦命的人。美洋，美洋，妈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我，哦，我就是想问问夏凡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那个过几天回来吧。哎呦，他再回来千万别让他走了啊！让他踏踏实实在家给我住着。啊，住这儿？对呀，他不住这儿，他住哪儿啊？你这丫头真有意思。我刚才看了看你这个家，一点男人生活的气息都没有，这咋成啊？你说这夏凡就知道出差出差出差的，
这次他回来千万别让他走了啊！那个你们俩把孩子怀上，然后再让他出去疯啊！听妈的，没错啊！哎，我说你这岁数也不小了，孩子也挺大了，你怎么生活中这点事儿那么不明白呀？什么不明白？生活中跟这个女人啊，别的人斗没关系，重要的是跟自己女人的斗。为什么自己爱的人还要跟她斗呢？秦夏娃，这个斗还无时无刻、无休无止呢。哼。哦，那照你的说法，我还得跟美洋战斗，我还得把她给打败了。这个战斗，胜利是目的，打败她不是目的。能不能说中文？听不懂。行，哎，往后慢点走，我给你翻译翻译行不行？就是说，两口子的战斗啊，白头到老那叫胜利，谁打败谁不重要。所以呢，忍呗。还有呢，还，怎么还？你就是，行，我给你再说的深一点，好吧？这女人的思维逻辑跟咱们不一样嘛，所以你别想改变她。就拿我说吧，着急了，可以吵，但是事情过去呢，她想怎么办还得让她怎么办，这样呢就能长治久安。我听出来了，嗯，你那个叫没用，好吧，忍还要你教。别说你就是牙硬。你修行也不够，你就该回回炉。回什么炉？啊，回你前妻那个炉呗。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，发挥点余热呀。服务员，找他买单。小镇。在这个场地里面。应该同时间大概有15组。对不起，要同时间去进行这个事情。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就是当双方都在进行的时候，你们现在设计的路线完全就是冲突了，没有办法分出胜负。怎么样？刚才跟你说那事儿进展的怎么样？没进展。我让你忍，我没让你不联系吧？现在联系吧，显得我给他压力。事缓则圆，我相信他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行，反正你总有理，随便。怎么了？跟谁怄气啊？不可理喻！哎呦，哎，不带动手的啊！你刚才说谁呢？你怎么还进来了？你这是啊？我问你说谁呢？说什么？我都到这儿了，你还是怎么样啊？吵架有瘾是吧？是，我是吵架有瘾啊！一个星期就这么一天来接儿子，你还想跑？儿子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也是你亲生的，知道啊？还不如你那些狐朋狗友啊！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狐朋狗友？我，那我没来吗？今天我这不来了吗？哎，我把饭局不都推了吗？全都推了不是吗？推就推了呗。你看你这一路上拉着个脸，给谁看呢？你这样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儿子出来，你就还拉着这张驴脸，让他看你这副德行。那个，二位小姐，孩子快出来了啊！你看看人家红星，不管工作多忙，都按时按点来接孩子，同样是当爹的。就这么不一样？是他那当然不一样，人家家就得人家一位主家，咱家呢，咱家是您，
咱家您主家有您呢。别臭不要脸啊！你这啊，凭什么活都是我一个人干呢？啊？不是我，什么叫你一个人干？我没干。干什么了？你跟我说你干什么了？当然干多了呢。干什么？你跟我说说呀。擦桌子。那叫活吗？那叫活，我不说你能干吗？我还给你揉过腿呢，那时候。我说了，你说你跟我说好嘞，那个。我什么要求你才干呢？我就不打扰二位交流了啊，你们在车上慢慢吵。红星，你别走，你给评评理啊。对了，那个。别砸东西啊！你放心吧，你有多有理啊你？你这当然了，你有什么理啊你？你就你这德行，你追人干什么？丢什么人？丢什么人？怎么你还怕人家看？人都不好意思，人都坐在那儿待了，人家你还吵？真皮的，真皮的，真皮沙发呀，人家是。真皮怎么了？我问你，我一个人来接，跟咱们俩来接，那感觉能一样吗？儿子看见咱俩感觉能一样吗？哎，我这儿子，您能不能小点声？什么叫不能说？就没让你说，你能停下来吗？你现在？我问你，你给我说话。你给我停下，给我看看，我这耳朵都炸了。那感觉能一样吗？儿子看见咱俩感觉能一样吗？我这啊 ，Daddy。Daddy。想我了吧？想。哎，你包呢？啊，我今天晚上要在学校跟他们一起看流星雨。哎，明天我就回来了，你放心吧。在家也能看流星雨？这么浪漫事，谁跟老爸一起看？哎，行行行，等你老了，我陪你看，行了吧？行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嗯，小心啊。嗯，拜拜。我很快就老了。爸爸妈妈，嗯，我今天就不回去了，我要跟同学们看流星雨。哦。哎呀，那晚上露台上很凉啊，要不妈妈给你送点厚衣服吧？你那个宿舍里有厚衣服啊？他那羽绒服还在家呢，还羽什么绒服？这天穿羽绒服还不捂住痱子呢。不跟你们聊了，我先过去了，拜拜。好吧，慢点啊，慢点慢点。来，我给你拿着。哎，你要干嘛呀？哎，别生气了，来吧来吧，我给你背着。来，背上背上。臭德行吧你！你一定要听妈的，再给妈生一个大孙子。别逗了，这有穆尼在这，还是再生个大孙子？妈都想到了，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啊，把钱拿来给你养孩子。你把老家房子卖了，你住哪去啊？住这儿啊。那我们老家房子能卖多少钱啊？40多万吧。那钱呢？当然是存起来了。我把存折拿来了，怎么样？够了吧？哎呦妈，这钱放你那儿我觉得不安全，你放我这儿，我给你保管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怎么能放你那儿呢？你刚才说这钱让我这留生孩子用的，真的是。话是这么说，再说了，这钱我要给，为了给美洋啊，这孩子得美洋养。我把钱放在他手上，我放心踏实。妈，你这换褥子干嘛呀？这是含有天然能量石的，听说用了特别好。哎呦，对了，就是像你们这样想要孩子的人。哎呦妈，你从哪儿听说的呀？电视购物啊，人家电视购物上说了，说这个用着特别好，所以我就从老家背了一个回来，给你们铺上。哎，不用了，妈，我不铺这个啊。哎，那我就这样，我让夏凡进来帮你铺啊。夏凡，夏凡，哎。快点儿，帮那个美洋，你们俩把这褥子好好铺了。完了呢，你们俩再商量商量要第二胎的事儿，哈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行行，我们自己聊啊。好嘞，那您休息吧。哎，好嘞，你们俩商量。哎妈，妈，我这两天工作室还没整完呢，我过两天得出差。不行，美洋怀上第二胎之前哪儿都不能走。妈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。妈，那个。我俩其实早就在商量这个事情了，只是还没商量好呢。胡说什么呀？哎，不是美洋，是你不同意啊？我们俩已经……美洋不是不同意，她是不好意思和您说这个事情。我俩还是自己商量啊。那行，
你们俩自己谈啊。好好好，我走了。好，妈您休息啊。加油啊，加油，美阳。好好好，我们加油，加油。哎，你有毛病吧？你干嘛呀？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你妈咱们离婚啊？吵什么？你看你那什么架势啊！我现在怎么跟他说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夏凡，我现在有男朋友，我有男朋友，你别在我房间多待一分钟，你给我出去！哎呦，不是，我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你男朋友张红星吗？不是，是张红星对吧？对。桂苗，你挺厉害啊！为了张红星，你竟六亲不认了是吗？啊？桂苗，你别忘了，是谁？你高中的时候看你可怜，给你饭吃啊？啊？你想起来了吗？是谁攒钱供你上大学啊？是我妈，都是我妈。没有我妈的话，就你一孤儿，你能混到现在吗？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你妈对我的恩情，我不能忘，我也不会忘。所以，我妈现在就指着我过得好。我妈把房子卖了，我妈就住这儿了。我要告诉你妈真相，你妈会理解我的。那你就说呀，你就跟我妈说，你现在就说，你说我俩要离婚了，啊？你跟我妈说，让我妈气死在你怀里。你就说，你现在就说，你现在就说。干嘛呀？你别吵吵。我不去。我干嘛要去啊？我也不是他女儿，你是他儿子，你去。你跟你妈说清楚啊，你去。我跟我妈说得着吗？我是他儿子，我跟他说得着吗？不是你要说吗？啊！我把我妈气死了，回头落你气死我妈的罪名。你要说你自己说去啊，跟我说干嘛呀？我不说，我为什么要说呀？我说不了。你爱去不去，你叠被子吧你。你们小点声，姜老师就在宿舍，一会儿他听见了咱们这么大声，咱们就死定了。今天是周末，应该没事吧？对对对，还是小心点吧。就姜老师那脾气，可不大好。哎，大家都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，我要是去请姜老师，你说他能来吗？不可能，你找死吧。我跟你打赌，你就算是去请，姜老师也一定不会来的。行，赌什么？赌一顿午饭。没问题，我要吃麦当劳，没问题，我要吃肯德基全家桶，成了。还有谁？我要做必胜客，没问题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先把姜老师请来再说吧。就是，你们等着请客吃饭吧。走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过来呀！什么情况？怎么那么长时间不上线？谁啊？姜老师，是我。嘿，姜老师，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你们俩怎么不回家啊？今天晚上流星雨啊，大家都在楼顶上等着呢。你一起跟我们看吧。不了，我这窗户也能看见。哎呀，我第一次看流星雨，你就陪我一起呗。我爸想看，我嫌弃，我都不带他去。那还有谁啊？大家都在呀。那算了，我去了，大家会拘束的。哎，不会不会，肯定不会的，姜老师。哎，对不对？姜老师，我们的确是诚心邀请您去看流星雨的。嗯。那行吧，你们俩要不先上去，我稍后过来。行，那我们等着你啊。嗯。拜拜。欢欢，
你在哪儿啊？怎么了？你想我啦？来吧，在宿舍呢。哎，都那么晚了，不来肯定来不了了。来不了了。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，姜老师呢？哎，姜老师呢？姜老师呢？哎，别着急呀，今天姜老师给大家买零食，随便吃啊。吃就吃了，吃就吃了。他人呢？姜老师来了，姜来了，哎，姜来了，来了。我没骗你们吧？姜老师，跟我们一起看流星雨吧。嗯。快看流星雨！哇！美阳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夏凡和他妈在我们家呢，也不肯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走，我带你去跟老太太当面说清楚去。说什么呀？我儿子在家呢。再说也没想清楚该怎么跟我儿子说。还有老太太把房子都卖了，过来投奔我们，也不知道我们俩离婚了。我现在要说了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这张红星也太不像话了吧！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跟他没关。你说我现在这样，钱不和他妈在我们家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更别说他了。走，我先给你找个落脚的地儿吧。但你老在外边住着可不是个好。进来吧。今天你就在这儿将就一下吧，啊。你说这，你一个人行吗？没事儿。嗯，那个，不用我陪你吧？嗯，那我去约会啦。嗯，去吧。哦。那我走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给我打电话啊。走吧。好好的啊，
明儿，怎么了你？我确实感觉都冷，看我是不是发烧了？哎呦，可烫了！快快去医院吧，咱们啊，快起来，快点，老骚了，快点！哎，住院手续都给你办好了啊。怎么还住院啊？肺炎，你都烧成什么样了？再不住院你就昏迷了。你就是自作自受，知道吗？今儿输完液估计能好一点。你走吧，啊，我自己看着，到了然后我去叫护士。跟家里说了吗？是我出差的。哦。有没有我要通知的那个人啊？啊？没有。没有？没有。真没有假没有啊？真没有。哦，没有啊。没有好。嗯，没有好啊。对。张总，张总，张青，齐博士，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？有个事儿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一下。啊，你到我办公室吧。啊，就这样说吧。那个美洋住院了。住院？为什么？肺炎啊。肺炎？怎么会呢？我前两天看到他还好好的。被你气的呗。你这个当男朋友的，是不是应该好好去关心一下他呀？市立医院306，赶紧去吧啊！哎，美阳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生病了，我当然要来啊！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还是齐欢跑去告诉我的？不想告诉你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最近很忙？啊，公司里事儿是有点多，但是这也不妨碍我关心你啊。你如果告诉我你生病了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跑来照顾你。那我给你发短信，怎么不回我？啊，你之前打给我，我因为着急要开会就没接。你生气了？我以后肯定第一时间回你短信，接你电话，好吗？我先。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在一起很累啊？不会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你是不是还是在为家里面的事情烦心啊？我说了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去解决的。你走吧，我自己躺一会儿。我没事儿，我就一会儿去接彤彤，还有点时间，你让我在这陪你吧。丽亚，韩厂长，你俩听我解释。先解释。两条路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坐牢。不是伯父，这钱是我俩当时合着一块投资的，这合同也是他看过他自己签的字，没有人逼他呀。夏凡，你混蛋！那白林是怎么回事？他就是个骗子，你也不能怪我。你说我俩当时情投意合，我俩当时挺好的，这个
这个事情也是你自己自愿的，你不能现在全赖到我头上吗？丽雅，耍无赖，想跟我这儿玩滚刀肉是不是？没有，伯父，不是，您听我说啊，您也是个生意人，咱买卖不在咱仁义在，对吧？这笔单子我肯定是赚钱的，到时候我赚了钱，我分你一半，咱俩五五分。混蛋！哎，喂，林总，你好，那个我到这儿了，您来了吗？哎，别，不是，您逗我玩呢是吗？你老躲着干什么呀？喂。哎，你是林总的人吧？你看到他人了吗？我是林场的。不是林场，不都是他承包下来的吗？开玩笑吧，这是国家的水源地，能不能包给个人呢？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。啊？来，亲爱的，喝杯茶。叫你不听我的吧。早就告诉你这事不靠谱。是啊，我就早就应该听你的，但我现在欠了别人点钱，别人追着我要呢。还好钱不多，就当是买个教训。啊，是，我以后一定什么事儿都听。谢谢亲爱的。嗯。辛苦。夏凡，韩丽雅是谁？啊！好你个夏凡，你还挺厉害的，吃着碗里还看在锅里的是吧？没有，我不认识啊。什么韩丽雅？你不用给我解释，把我的钱还给我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这韩丽雅，我俩就是普通朋友，我俩什么事儿都没有的。自己看。这一看就是别人黑我呀！这，哎，夏凡，我对你真失望。哎，别，哎，玲玲，谁他妈这么怂？